绿线要滑到超少超少超少，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挑战，例如说我们不敢前面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控制路面，心里觉得没那么，所以你例如说绿线滑了一百次，我也不会故意去接近，其实我离你蛮远的，你看影片就知道，大概是这个缆车的距离。急啊！我你慢我就跟着更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最后就知道很急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做完完全刹车的准备啊，你停我就，而且正常这边对我来讲也不大。没有，现在这排爬起来真的很大。我觉得那个差，那个的差别就是雪比较有阻力。所以你不会觉得站起来的时候雪板就要冲出去，对，你就敢站起来，所以就往前一顶，看起来我真的觉得有差啦，一定是我背包的关系，真的，那心理作用。所以这个力道强是因为它是高速的，就不用反应，也没有变慢的感觉，就这样踩。跟我们一样啊，跟我们一样啊。他的重心有点放重，放到内侧去，跟我们一样。我现在在练习转弯。哦，他接下来有跳雪堆。跳雪堆。跳雪堆。我觉得没必要，不过我要听一下要求。我之前看影片，我是看他写的，可能我的慌张可能离地其实飞起来就很不公分，但是比较飞。不然我先告诉你那个影片课程说如何处理雪堆，不是说你要跳，是你可以，你就是他要教你说，万一你这个路线真的有雪堆，避无可避的话，有处理的方式就是把你的脚当避震器，你觉得要高起来的地方你就蹲低一点。然后你的身体，你就想让上半身不动，然后下半身去吸收它。然后它英文就是吸收的那种。对啊，他就说想象你的双脚会吸收那个，然后你就让它吸震。其实我们一路在那个缓坡，如果速度很快，直直的看前面的时候，你应该也有一点吸震，就是脚会觉得哒哒哒哒哒哒哒。那个时候如果稍微屈膝一点，想放松。会觉得比较稳。可是我觉得一公尺跟两公尺差的很少。啊，应该是说，雪况好的话，就是温度不会让雪。两边都要翘，我说的就是这样。我们都有翘，我们也有翘，人家当边也是翘，要诀都一样。你翘了。线起来，再来滑一次，然后这样。
觉得他在这里面一定要，其实就四个变化，他要学会四个变化，正反，对啊，什么脚趾脚，脚尖脚。学反弹，真是的。你是怎样？停不下来。单的，不是，是简单的会不会有什么陷阱？都可以。这个速度过来的都闪得够的。人家不是想让闪过去，把人家想放在下面。很朝后啊，因为这样重心就更那个，重心就更对了。这样
就有超爱车的。你不要失礼啊。就是一样是放重心。更前面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上更前面还是怎样。我不知道要怎么拿，正前方不是太开，是太前面。重心就会对了，然后手往前的话是让我帮忙压拳吗？想一下，我往前压。